文怎么？我是一名，欢迎收看我们新的一期整蛊视频。今天我们的整蛊项目是，如果在朋友生日的时候送他一辆真正的汽车，他会有什么反应？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这位哥们明天是他生日，所以我在想，在他生日这天能不能给他一个惊喜或者惊吓。所以现在我们第一步先去借一台车子。现在我们的车已经接到了，同时我还找到了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小伙伴，我们两个准备到时候串通一下，那我们身后这台汽车大晚上偷偷的开到我们家里面。走吧，现在我们就行动。现在快晚上12点了，我下午的时候没有直接开这个车回来，而是给自己整了一身非常正式的行头。我的好哥们现在应该正在呼呼大睡，现在我们准备把这个车偷偷开到窗户里面去，然后布置一下，再把他叫起来给他庆祝。走吧，轻点了，轻点，去偷偷看一下。记得看他正在睡觉，我们去布置。是不是非常的正式？现在我们去把我们的王成功同志叫醒。王成功，王老板，干嘛？是谁呀？明天不是你生日吗？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。等我睡醒了再说吧。非常大的礼物，快点！我想睡觉，快点啊！再说。鼻子都拍到了，我操！快起来！假扮亲他一个。我起来。走啊，我们走个流程，保持一些神秘感，好诡异啊！慢点 ，OK， 等一下，稍等。好 ，OK， 戴上你的王冠。来，准备，来。我可以戴了吗？可以戴了。我有点小激动。对。恭喜王老板，李迪新车。新车，对，我怕你又是在整蛊我。虽然说我今天是我生日，收到了蛋糕还是蛮高兴的。你看，钥匙回来了，这是我车。小胖，什么？这个车真的是我的吗？真是你的成功，是你的，别是你的，喝醉了吧你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别骗我，我没骗你。哎呀呀！这应该是我活了几十年收到的最贵的礼物了。你为什么拿着镜头对着我？帮你记录一下你生日的一天。来，合个影。一二三，恭喜王成功同志，骑的新车一辆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感言吗，王总？别王总。之前不是老听你说你想去露营吗？对啊。现在我有车了，我带你出去兜兜。我也有车。我有新车，你的是旧车。原本我们的视频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，但是我们的好朋友王成功同志非要拉着我们去露营，大晚上哎。不过既然他想去的话，我们就把我们的整蛊进行到底。我跟小胖决定带着王成功去所谓的无人区露营，直接在那个隔壁车，然后我们会通过那个车子的人工智能，还有这个套装吓他一跳。眼睛眨眨，灵魂要出窍，睫毛。王总，别上了！怎么突然断我音乐？今天是你生日，要不我们跟你开车吧？等一下，对吧？好。到了，这地形好复杂。王成功，我们到无人区了，现在露营啊。哈喽观众好吗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隔壁村庄的一个小树林里面。现在我们计划就是等会我们制造一些恐怖的气氛，先在车上我们轮流说鬼故事，讲鬼故事之后我用手机来操控车子，等他睡觉之后我们再穿上那个恐怖的衣服吓他一跳。还在一模呢，这个人大晚上出来露营。是的，什么蛋糕都没带，就带了几个水。你要不要去买吃的？我们现在到了无人区，去哪里买零食？外面好多蚊子啊，要不我们去车上玩游戏吧。这个气氛还挺到位的，你看我们来讲鬼故事吧。那我就献丑了啊。其实在我小时候啊，我遇到一件事儿。说完了鬼故事之后，我们自己有点害怕了。现在王成功自己在车里面，我们用远程控制车启动，还有窗户的自动升降。我们先启动车子，启动，打开暖气 OK。怎么启动了？
空的车窗。怎么窗户又给？我听到他喇叭的叫，走过去看一下，看怎么了？就刚刚车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操作。啥操作啊？他一会儿又开，一会儿又关，那个车窗关都关不上。睡觉吧，我们去帐篷睡觉吧。我就在车上睡。OK OK， 我们去帐篷睡了。帐篷里面太冷了，要不咱俩聊会天呗。你上来了，一鸣呢？一鸣他属性之高啊。周五你睡得着吗？如果有人送你一辆车，你觉得呢？哎呀，看似我就是外表很平淡无奇，其实心里面热得一批。我承认我是胖了点儿，我瞅我不沾边的呀。什么感受？有蚊子吗？第一名，第一名，你别跑了，成功，成功。